我叫常高兴，是一个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陕北娃。98年的春天，我第一次离开了家，来到千里之外的北京，看见雄伟壮丽的天安门，还有升国旗，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。 十块十块，立牌的立牌的啊，十块钱十块钱，立等可取了啊！拍照拍照，第一次来北京啊？啊，第一次来天安门吧？对，拍一张，十块钱，太贵了。大哥，你看这样，我兜里就16块钱。大哥，但是哎，我想起来了，你看，我老家带的核桃、花生、还有红枣。 告诉你，这卖能卖老多钱了，这能卖，这加起来都13块钱。你的意思把钱给我，我还得找你3块是吗？照一个，就6块钱。照一张，行，照一张。那您照这个，照这个拍。我在这儿，照这背景行不行？ 叫一个，啊！我说1、2、3，你说茄子。茄子。对，就是你们种地那个茄子，啊！1、2、3，茄子。给你。哎，大哥，等会儿，把这山号来。真的，都是我们老家带过来的。 谢谢你，拿着这照片，回家告诉你家里人，你来北京了，来天安门了，啊！山货我收着了，这钱你拿着，啊！记住了，我是北京人，走了。 警察，你还袭警，罪加一等！我没有，你们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放开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哎呀，哎，我不是故意的。 骂人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动不动来打我。我告诉你啊，警察同志，我上坡他下坡，哎，怎么能是我撞他您看看，您看看，对不对？你看再说了，你行了吧？这胡同就跟他们家开的似的啊，这两头骑车呀，啊，你是北京人，懂不懂规矩啊？哎，我不是北京人，怎么了？我不是北京，怎么了？哎，你不是北京人，您就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是吧？警察叔叔，他不是北京人啊，这一看就是没有暂住证，查他。别嚷了，哎哎，有事去派出所啊，我是执行公务的，赶紧把路让开。哎，那我那车他得赔啊，谁赔你车？凭什么赔你车？ 警察叔，派出所咱不能去啊，咱现场办公，咱现在不是讲究为人民服务吗？咱现场，行，别吵，我找同事啊。这，您解决问题啊？这怎么办呀？这，啊？
我是洪亮，我是洪亮。常高兴跑了。没跑啊，我们都没跑，在这撑在那儿呢。闭嘴。我家饭馆昨天来过这儿啊。煤气中毒了，煤气中毒，让人抢救。所长，所长，常高兴跑了。跑了？啊，东西都没拿，都在车上呢。怎么跑的呀？这说来话长了。不管怎么跑的，人必须找着。这常高兴第一回来北京，东西都没拿呀，那他跑不远。哎，你别歇着了，找着为止啊！行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将他绳之以法。这小子竟然畏罪潜逃！我提醒你啊，注意方式方法，这是公事，不是你私事，得有警察的样子，公报私仇可不行。所长，我没公报。你什么你呀？我还不知道，那要不是因为萨萨，你能那么激动吗？我是民警，维护治安是我的责任。这话说的没错，你不能因为他是外地人就区别对待，一切都要按照条例办事儿，明白吗？得嘞，我把他抓回来啊！臭小子，他跑哪儿去了？你是刚才送他来的那个人吗？哦，那你跟我去交费吧。哎，我为啥交钱？499.5，你跟我去一下交费处。多少钱？499.5。我跟他没关系，我不认识他。人是你送来的，你不过来交费，我们怎么给他治疗呢？而且再耽误会引起他的后遗症的。哎呦，我不认识，我在马路上看到他煤气中毒才送过来的。啊，那你是见义勇为呀？那你就好事做到底，帮他把费用垫上。你干什么去啊？拿钱去。醒醒！醒醒！你干嘛？我没干嘛呀。常高兴，
哎，洪亮，洪亮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我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听说你煤气中毒了，就过来了。刚才那个，是不是昨天那常高兴啊？他怎么在这儿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好点没？有点晕。啊。大夫。师傅，这过水的面啊，硬的；这锅挑的这碗呢，有点黏糊了；这炸酱呢，火候大了，有点糊。你看，这黄瓜切的一点都不匀。您是正儿八经的厨师吗？我在陈姐的饭馆干了3年，是她求着我过来帮忙的。老太太，你要觉得这面吃着咱不顺口，我也没辙。我们饭馆做面，他就是这么做的。是我媳妇儿求您来的。哎呦，真不好意思。我们家店小，比不上那国营大饭庄子，所以啊，我们就得靠东西地道来招揽生意。行了，老太太，我是看着陈姐的面子上过来帮您的，没想到您这么不给面。得，咱不伺候了。不送。现在的厨师连炸酱面都不会做。我能买这碗面吗？才来北京的，饿了？饿了。那吃，那不收你的钱啊。收起来。香吗？香，真是香。那是因为你呀，没有吃过正经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。这个，也就是蒙蒙你们外地人。